三秒。前面我们是觉得心有，后面打就是不行了，上来就没了嘛。不是前面十分我们觉得防御量强了，就心有不忍，就半个啥就没上来了。你后面打得越来越好，你比我们可以。就我们五位防御受伤，我们随便轻而易举。接着来，就把你打个分。你看打完辛苦那个，动作非常的顺畅。Thank you.